阿拉伯言语说，朋友是生活中的阳光。每次同阿拉伯朋友相聚，我都倍感亲切。中国和中国人民同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友谊，源自丝绸古道上的友好往来，源自争取民族解放时的并肩战斗，源自国家建设进程中的合作共赢。当前世界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，对话多一分，对抗就少一分，包容多一点，隔阂就少一点。我们愿同阿方共倡人文交流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，书写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新时代典范。